有学会内裤这件事情，我回来是要更正你们的用词，因为原味内裤代表是没有洗过。那我觉得媒体应该不要笑，一点都不好笑，不应该散播就是错误的资讯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词，就是没有这件事。我们当时是拍写真，那有一些衣物，那我们去做义卖，最后义卖的金额是30万，都拿去捐给的弱势儿童，然后没有学会内裤这件事情，我回来是要更正你们的用词，因为原味内裤代表是没有洗过。那我觉得媒体应该不要笑，一点都不好笑，不应该散播就是错误的资讯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刚刚就是你说错的那一句也弄进去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好查证的事情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必须跟你们有一个共识啊，小姐可以吗？ Okay, 可以理解我在说我，理解，确定？好，那你还会这样下标吗？要可能看公司的。对。可是我会希望说，我也现场跟你们沟通，就是如果你们下标又这样下，然后也没有把我这一段就是说明放进去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困难，因为会有更多的人他们被就是影响。那你说什么你都会喜欢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都没有起诉，就是代表。好几个都和解了，所以没有起诉啊！我总不可能跟他和解，然后又让他起诉吧？然后有好几个都是简易判决，简易判决是我连和解的与空间时间也都还没有，他就被简易判决，所以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我应该上给你们完整的资讯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